这是我们的中平炉，一个1.5吨的，一个2吨的，一个3吨的炉子。然后这边都是一些废料。这儿就是违法负压，开箱出沙子的地方。这边就是出气箱。这个就是咱们的模型，这两天正做着呢。前面看到这个就是我们违法负压的生产线，造型就在这边完成。这边是一些模型。然后底下的这个车间是吹钢包砂，割帽口，然后整体的模型在这边放的多一点。这是3台热处理窑，第一台、第二台、第三台，中间是蘸水的池子，3台炉子带轨道。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抛丸室。转过来以后，这边都是清理的现场。然后昨天晚上刚干的这个，开箱以后就在这边放着。这个就是昨天刚干的那两个。然后前面这些都是清理。清理打磨，打磨的工位。这边就是我们包装成品库了。